这一台灵魂盒子放在这边，然后麦克风也把它放在这里。那我人就是会先走出去外面，离一段距离拍摄这一段空景，看看我们在这两个门跟一个窗口这里能不能拍摄到什么意想不到的画面，或者是说机器可以侦测到他们的存在。好，现在已经开机了。好，我们把这个定位调好，那我就先离开。我们先把它关掉。那我不知道说刚才有没有录到什么画面呢、啊？还是说机器有没有发出声响？因为我离有一段距离，所以我没有听到里面有没有什么声音，就是机器有没有发出声音，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是希望有拍摄到一些画面。聊聊，好，那我们去下一间看。就是听说原本有一口古井的地方，说有古井的地方，好，应该是这里。哎，这里有一个那个酒瓶，那这样这边应该是之前有人进来生活过。这是古井吗？可是这个形状看起来好像是，但是已经填平了，应该是这个地方。听说也有发生过事故了。好，各位看一下，这个整个都没在打理，全部都长了一堆草啊什么的。是另外一间呢、啊。
较亮。这一间感觉比较大，可是它这个踩上去不知道会不会塌掉哎。这不知道稳不稳。应该可以吧，底下整个都剩几根木棍在支撑而已，有点担心。这一个位置应该是当初感觉很像是厨房，应该是厨房。非常老旧的开关，快来看一下。很紧张，不瞒各位，真的蛮紧张的。独闯系列就是挑战自我的那个面对的那种恐惧啊，不管是面对现场那种黑暗的那种感觉啊，还是说担心会有什么东西跑出来，还是遇到游民之类的。而且它这里蚊子超多的。好，有没有看到？这有个地方可以走过去，我们过去看一下。整个荧幕滴的都是汗。看一下，哦，哎，刚才应该从里面走出来的，走出来就是外面这里。这里还有一间，这边的感觉更破旧。哇，这个里面整个都塌了。开始浇料哦。黑色的这个不知道是不是瓦片。厨房的地方，整个都塌掉了。关安一点。
这一间有特别用那个铁网把它封起来，很多地方后来都会被封起来，原因就是因为担心又有游民进来，所以其实这一个区域这边要进来也蛮麻烦的。清楚吗？刚才是不是有声音？刚才好像有什么东西动一下。先离开吧。那这一区几乎很多都没办法进去，我先把手电筒关掉。很多都没有办法进去，甚至是整个都是塌掉的，所以基本上今天其实主要是想要来这个地方录 EVP， 然后顺便测测看说拍空景能不能拍到什么东西，然后带大家看一下，对啊，所以才特地一趟路上来到这边。那剩下的我们就等回去之后看一下空景画面，跟看 EVP 的声音有没有录到什么之类的。一直有声音，然后我们就后置的时候再看看有没有发现什么异状，这样声音或者是影像空景的时候有没有拍到什么，那后置的时候再用影片跟大家说明，我们就离开吧。